我们不容许一丝污秽。其实我应该合体在这只身上，不是这只。可是这样会少打一只，这个好像也没有很好。这样会被沉默吧？哇哦！我觉得没有很好。我们现在要抽到光柱十字军，基本上这样就可以解决我们快要没有牌的这个问题。感觉要爆炸了，打得好，我认输。GG，来啊，拥抱幻顺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注意，太注意。来，给
里的塔下。我只要下轮有人可以贴，哦，他没有，他没有打海盗。绕王者祝福，王者祝福应该不会比较好、啊。坟墓也关不住我，坟墓也关不住我。打枪的地方就对了。进攻。天爷啊！这是我们不容许一丝误会。我才万古的感觉如何？我才万古的感觉如何？天爷啊，我们是有蛮多爆发的啦。OK。值得吗？还是其实应该换掉？转换已储存的能源。光子射击。这血蛮容易被解掉。
起啦！等等我！哦，我好像直接可以攻击哦，那有点强。哦，有彩虹。哦，不能攻击。奇可应该把这解掉，因为他如果有无面腐化者的话，其实不大好。可以五刀刃吧。到底什么意思？也超快攻起手。梦境突袭 ，OK。我在火焰中看到异象。这有点适合灰级哦。水晶之力，前来报道。我不太了解我要怎么样打穿这个嘲讽啊，不过我们可以试试看。他是无双啊。很有趣。
两个水晶穴都打掉了。他现在敲我脸是要避免庇护出来。要相信圣光，剑破。生命和希望值得执守。你那些无用的魔法，快笑死我了！这几招吗？哦，有彩虹！不要测试我！爱叫鬼畜。可以赢吗？别再争论细节了。月神日长矛啊！感觉很难打脸呢。但感觉你还是爆炸啦。蜜蜂，哇，差一哦，好天野啊，只有多数。我们不容许一丝误会。感觉庇护不会比较好啦，这只下轮可能应该打。我干，等一下。嗯，赢了。你太衰了，我来了时机。狙狙。好，这一副我从 R4 打到 R5， 所以反而倒输了很多场。为了这四胜，那实验下来这一副真的不是太好啦，就是现在圣骑牌不大能组成一副牌组的感觉。其实搞不好可以用不朽主祭组一些牌啊，就或者说就是这一副牌组不是正确的纯粹胜了。对，反正就是应该有更好的纯粹胜，所以。我可能之后会来组一个更好的纯粹胜吧，就是这副一定要打快攻了，然后很需要你拿到一些很好的前期牌，然后荒谬的是这张牌跟这张牌还不是你最好的牌，你最好的牌比较像是水晶穴跟量石祭司之类的东西，所以变得有点诡异。好啦。今天就带到这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我们就再见吧，拜拜。